下午5点啊，朋友们，今天是在这里的最后一天了啊，我们明天就要走了，明天我们要去另外一个方向了啊，我们决定改变这个路线。我分析了一下啊，各章节，我准备去大西北了，从这里去这个北上，去这个内蒙古。突然就想去大沙漠了啊，去见识一下沙漠，为什么呢？每天啊和这个张姐啊，在这个就是呆腻了啊，就感觉在这个大山里面，整天看着这个啊树啊，看着这个山呐、啊，就感觉没有新鲜感了，一点新鲜感都没有。然后张姐也不喜欢待在山里面，她说老是喜欢听到这个乌鸦声，是吧？老张，张老大，你跟网友们说一下吧，你为什么不喜欢待在山里面的是为什么你老是喜欢听到那些，是吧？你不喜欢待在山里面的原因，你也想离开山？就唯一的有一种鸟，有一种鸟，有一种鸟啊！我因为我在那个，在大城市里面，我没听这种鸟叫过，那就是乌鸦，我不喜欢听呐、这样，所以导致你也想走了。哎，不是，我们每个地方都要走嘛，对吧？哪一个地方都要去一下。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往西藏方向走喽。你这人呢，就是今天要东，明天要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跟着我就来，但是还有一点啊，这个小花这几天小跟花，入门明你们天之就去间的走。感情这2天建立的非常深，你整天给他肉吃，你们难受，明天就走了。他以为你大声说话的说他了。你跟他好好聚一下吧，明天就走了。你们下次见面就是几百年后了啊，真几的，百年。你觉得下次还能见到他吗？我说的没错啊，好好聚一下吧，好好跟他聚一下吧，明天就走了。咱们吃完早饭，起床就走了吧。哪里啊？明天做完饭再走，我怕。做完饭再走，做完饭明天咱们就出发了。今天是在这个，我们到时候可能是这样，朋友们，我已经想好了全部。因为我们这样一路北上吧，到内蒙古，可能是走着走着就天气非常的热了啊，到时候估计都刚好到那里就很热，但是那个时候很热，我和张姐估计扛不住是吧？没有空调，这个白天估计吃外面都是30多度，车里面40多度，那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去西藏了，但是去西藏的话，那个时候离。距离很远啊，我们在内蒙古，去西藏的话有1000多公里，所以我就想好了，就跑高速，到时候直接跑高速就跑到那个雅安，再走进318进藏，或者直接去西宁。我已经安排好了，全部安排好了，或者要不是咱们就开酒店，每天都要开，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很热，去年我是领教过了啊，在银川，那个白天也热，晚上在车里也热。没有空调根本就没法过，所以为什么在路上这么多旅行自媒体啊，他们都要往西藏跑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啊，非常的热，这个夏天还有2个月啊，最多还有2个月，就领教那个很热的日子了啊。所以啊，这就导致所有自媒体都要往那边跑，真的，他内地没地方待，要热死的。短时间我们还有2个月时间，2个月往大西北的时间。到那个时候了，我再就跑高速，直接跑到那个凉快的地方，海拔高的地方。其实说真的，就是你海拔高的地方都可以，不一定是西藏，海拔一高温度就低。你觉得怎么样，老我张大姐？才不跟你跑高速嘞！高速什么？的那个安全系数不高嘛，你对这个核酸也是我说这有点害怕。是要检查核酸也没有安全系数，人太多了，你跑高速也没有安全系数了。现在什么有安全系数？吃肉有吧？有，嗯，我就爱吃肉。好好做饭吧，好的，晚上我们好好收拾一下。行，准备出发了。
这一次彻底真是要出发了，离开大山了，到沙漠里面去啊。嗯，哇塞，我想去看沙漠了。我想去看大海怎么办呢？哎呀，你这个高水桶，我喜欢看沙，你想看海这海我不想看。年轻的时候，你是不是天天跟别人约会啊？哎呀，哪有天天去约会的？工作都忙不过来，白天上班呢，一大堆事情做，哪里会天天去约会呀？我的有没有男孩子天天找你约会？哎呀，年轻的时候有为我打架的，但我没找过他。打架？对呀，他们两个都是哪个两个村？两个人都在为我打架，人家在说咱们打了怎么死去活来的？为什么呀？搞了半天说你不要让他们住手啊？我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你？嗯。这就有点尴尬了。他们两个人在吃醋，就是为我这打架，我不知道。这就有点尴尬了。我都跟他们两个，我都没有接触他们两个。你年轻的时候如果这么有魅力啊？是的，一个打死人了。哎呦，你别说这个了，我赶紧走，我赶紧走。咦，他是江湖中人，他是江湖中人，因为我想起我的曾经了，我曾经也为了某个女孩子和男生怎么怎么的，哎，我想起曾经了，还好。还好现在我不是那样的，现在有碗拿过来装肉。我不要，我有牛肉了。来，我不要肉，来这大块给你。我不要，你给小花吃吧。哇，小花，这里有块骨头。小花在流口水了，我的小花呀。嗯。海爸，这是我们在这里吃的最后一晚上饭。我老丹那个碗不好看，太烫了。菠菜，吃的菠菜。这肉都被你。烧糊了，那也都糊了，是吧？是都糊了，还有肉吃。哎呀，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糊的也没有吃的了。我从这里认识你的，在我这里和你分手吗？认识，然后我们又从这里离开。不是从这里认识之后去。把你带出来，然后我们要从这里出发。再看，再带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美景吧。没了，在这里跟张姐在网上联系的。你看。他们跑到这里纪念这个位置。夕阳。下次到这里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啊。是吗？想来还可以了哦，说不定明年我们又走这条路线，又到这里来哦。哼。下次要想跟你见面的时候，就约会的地方，老地方见。好。不用说地方，你就知道在哪里。第二次握手，今天是第二次握手，下次就第三次。握手。粉粉的吃吧。吃不吃？喂狗我吃不？我不吃。是不慢慢吃吧。你吃不下的。慢慢吃吧。你吃得下的。哎，走吧。好了。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Guess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 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All of a sudden I don't look at anything the same way. Gotta build up of my thoughts sitting in an ashtray. I'm sorry that I'm so inconvenient, okay. Just let me be me and I'll stay out of your way. I can see the way you look at me, I'm such a disgrace. I never really asked to be brought into this place. You wanna love me? Well then baby I have a taste. All the highs and the lows, no,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Okay, okay,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